各位早晨，我是黄永琪。今日系长者日，多项公共交通工具都为长者提供免费乘搭优惠。持有长者八达通或者乐游卡乘客，可以免费乘搭港铁本地车程、轻铁同港铁巴士，但唔适用于机场快线。往来罗湖或者系落马洲站，以及东铁线头等车卡。而乘搭九巴或者龙运大部分路线嘅时候，向车长出示长者卡、香港身份证、旅游证件或者以长者八达通卡、乐游卡拍卡，就可以免费搭车。要免费乘搭电车、港九小轮同新渡轮，亦都要出示长者卡或者乐游卡等等。社署就话有超过2000间食肆、零售店铺同社企商户喺长者日提供折扣或者其他优惠。首届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半马拉松朝早举行，吸引大约8000人参加。朝早7:3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等主持最先起步的挑战组开步礼。参赛者包括68岁影星周润发，他着住一套黑色运动服出赛。公开组随后开跑，起点都在大桥香港口岸。跑手沿大桥往澳门方向前进至香港段大约10.5公里处，之后折返香港口岸，全程大约21.1公里。大会在起点附近设立了大约10个流动厕所，但由于跑手众多要排长龙，亦都有人作另类选择。不少跑手都说为参加今次半马拉松都做足准备。传染病专家孔凡毅预计，冬季流感高峰期会在明年农历新年之后爆发，但不会好像今年那么严重。近期流感活跃程度下降，今个月5号到11号的一个礼拜，流感病毒阳性比率是 3.69%， 较上一个礼拜的 4.24% 回落，远低于基线水平。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孔凡毅预计，出年农历新年之后会出现冬季流感高峰期。去到2月中月尾到咧，一过完年之后咧，就会有一个 H1 嘅爆发。有嚟过，即系重复翻。但系我哋相信咧，就冇今年咁严重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年头好多人都中咗啦，相对地都有适当嘅抗体喺度，系多咗个抗体嘅，整体系高咗嘅。今年咧，其实流感疫苗接种嗰个情况都好好啊，即系尤其是讲紧系医护人员咧，我哋见到喺玛丽医院嚟讲都超过50%。不过有儿科专家留意到过去两个礼拜嘅月型流感个案增加，预料月型流感有机会喺本港爆发。乙型的流感呢，典型来讲它的严重性呢是会高过甲型。尤其是会多些的并发症，例如是心脏的心肌炎啊、肝炎啊和脑炎的情况。所以这个呢大家都要注意啦。见到之前是有 H1 的一个爆发啦，随后有 H3 的爆发啦，现在我相信呢来紧呢会是一个乙型的爆发。他形容接种疫苗就好像买保险，应该在感染前接种，而不是等到受感染或者出现重症之后才考虑。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星岛日报社论，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借着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机举行中日领袖会议，双方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就排放核污水同出口管制展开对话磋商。但是日本致力军事压制中国，双方深层矛盾难解。日本紧跟美国军事压制中国，就是在这里赌中国输，这样正是违反习近平对美国友好团体致辞提出中美要和平共处。中国从来都不赌美国输，美国亦都不好赌中国输。将坚持和平发展中国视为威胁，搞你输我赢，你轻我衰，令和博弈，是走偏了方向。东方日报社论，执法部门今年头9个月一共接获超过29,000宗骗案，相当于每2宗罪案就有1宗是骗案，
损失金额高达50亿元。香港俨然沦为诈骗之都，而较早前的数字亦都显示，今年头八个月本港的诈骗案达25,521宗，按年大升52.2%，占整体罪案的43.7%。不过短短一个月，骗案再增加约4,000宗，令人咋舌。执法部门破案率低下，显得束手无策。休息翻，有其他消息，转头见。大新闻时间，九龙塘深夜有店铺被人纵火，冇人受伤。警方凌晨近1点接报，话联合道320号健身中心一间酒吧门外被人掟易燃物品起火，火警喺消防到场前被救熄，部分地砖烧蚀焦黑，冇人受伤。消防到场调查，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列作纵火。警方正系追缉两个涉案男人。案发的时候都着住黑色上衣和黑色布。而邻近酒吧一间食肆寻日亦都被人淋红油，两宗案件暂时未有人被捕。有慈善机构举办餐桌礼仪课程，希望培养基层儿童的社交能力。有少少嘅请求，大家唔好喐我哋台上嘅餐具先，好冇？我哋有一啲咧态度嘅嘢要教大家。大约10多个基层儿童呢日首次学习餐桌礼仪，先放餐巾纸，男孩子咧就可以用叉食沙律，饮咯喎，丝系我学攞高脚杯干杯，大家估下嗰个丝系咩？用刀食餐包，咁样饮汤，我觉得好烦。而且觉得自己上咗呢个课程之后，觉得自己礼貌咗。我觉得最难咧，应该系揸杯嗰个位，因为系唔，譬如你揸得唔啱啦，譬如成只咁样揸起身咧，我会有可能嗰个揸法会唔尊重。边个张台？想佢学啲礼仪咯，第日出去食饭，即系去食嘢咧。唔会俾人哋觉得佢冇家教啊，同埋即系冇知识嗰啲咯。自己又唔识啦，即系好似冇乜机会去出边学咯。如果系真系话有嗰个毕业出，应该都好贵噶。可能我哋对我哋啲根仔都即系俾唔到咯。举办今次免费活动嘅慈善机构话，疫情前嘅服务对象70%都系长者。而疫情期间收到超过10,000户家庭申请食物援助，所以而家亦都会为基层家庭提供多元培训。我哋都希望透过有一啲嘅活动，俾到啲小朋友开眼界，因为其实呢班啦嚟自一啲基层家庭啦，可能佢哋即系平时都好少出去食西餐嘅，通常咧喺屋企煮饭咁样。其实好多人会觉得礼仪系好 prestige， 即系好奢华。咁其实喺我嘅角度系，每一个人都要有接受教育礼仪教育嘅权利。当到佢哋以后出到社会，佢哋都系要学识出嚟 social 啊、交际啊，真正咁样帮到佢哋喺生活上啦，喺工作上面都可以向上嘅。主办方希望透过今次嘅餐桌礼仪课程，小朋友可以学识感恩同埋尊重。无线电视记者张欣报道。印尼电商市场庞大，又在当地管理网购平台的港人说，当局的监管政策复杂多变，但仍然看好行业的增长潜力。由林婷婷在印尼报道。印尼电商市场发展迅速，去年电子商贸的零售按年增长34%，是全球增长速度第二快的国家。去年的市场规模达到580亿美元，并且预计在2030年达到1600亿美元。港人冯卓仁在这一间东南亚大型网上时装购物平台担任印尼区总裁超过10年，现任集团的首席策略总监。
他说这里的电子商贸市场面向 2.5 亿人口，潜力巨大，但当地营商环境比较复杂，法规监管和审查过程也都带来挑战。整个 review process 是要四五个礼拜。如果作为一个快速时装的公司，其实你没有个四五个礼拜，其实可能会没有你 10% 的生意。上个月印尼政府通过新法规，禁止社交平台进行商品交易，首当其冲的是中国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的电商业务。TikTok 在印尼拥有活跃用户人数超过 1.25 亿，排行全球第二。印尼电商平台亦都禁止销售低于100美元的进口商品。我哋由开始到而家，其实已经习惯咗佢啲政策系咁不断咁改变。我哋都习惯咗，其实即系同政府合作多啲啊，或者系只要你系跟随佢嗰啲法例，其实都佢哋都唔会系点样去即系搞你咁样。这个跨境网购平台在亚洲七个主要市场拥有 11% 的渗透率，包括印尼、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他们下一步期望提升由香港经平台出口到其他东南亚地区的商品量。有研究东南亚电子商贸的学者说，印尼出台新的电商政策是要保护当地的微企和中小企。Right now, about 61% of the Indonesia's GDP is based on SMEs and small sellers. So that would have a huge impact on the economy if something comes in, and it would give a huge unemployment and a huge economic impact. 他认为印尼政府是希望电商市场可以负责任地增长。无线电视记者林婷婷在印尼报道。各位早晨，我系黄永琪。首届港珠澳大桥香港段半马拉松朝早举行，吸引大约8000人参加。朝早7:30，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入境处处长郭俊峰等主持最先起步的挑战组开步礼。参赛者包括68岁迎星周润发，他着住一套黑色运动服出赛。公开组随后开跑，起点都在大桥香港口岸。跑手沿大桥往澳门方向前进至香港段大约10.5公里处，之后折返香港口岸，全程大约21.1公里。而同场亦都举行第一届东亚半马拉松锦标赛，大会邀请10多个世界级跑手来港参赛。不少跑手话，为了参加今次半马拉松都做足准备。因為依度係禁區嚟嘅，唔係咁容易跑到嘅，咁就連接住中國啊、澳門啊，咁啊，所以好有意義噶。我諗都唔知道有冇第二次有機會嘅，所以一定要嚟。今日天氣熱咗少少，係啊，咁啊，所以變咗咧就可能比我預期中咧就差嗰啲嘅，不過就半馬就距離短啦，就所以應該就影響唔到個發揮嘅。啊，我是來自北京，就想來感受一下這邊那個港珠澳大橋，然後順便就是出來玩一玩，然後現在天氣也非常好。現在太陽沒出來，可能我覺得還好，不是很曬。今天的裝扮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呢？愛國吧，愛國。對，心中有國，到哪都要記住。传染病专家孔凡毅预计，冬季流感高峰期会在明年农历新年之后爆发，但不会好像今年那么严重。近期流感活跃程度下降，今个月5号到11号的一个礼拜，流感病毒阳性比率是3.69%，较上一个礼拜的4.24%回落，远低于基线水平。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孔凡毅预计，出年农历新年之后会出现冬季流感高峰期。去到2月中月尾到咧，一过完年之后咧，就会有一个 H1 嘅爆发。有嚟过，即系重复翻。但系我哋相信咧，就冇今年咁严重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年头好多人都中咗啦，相对地都有适当嘅抗体喺度，系多咗个抗体嘅，整体系高咗嘅。今年咧，其實流感疫苗接種嗰個情況都好好啊，即係尤其是講緊係醫護人員咧，我哋見到喺瑪麗醫院嚟講都超過50%。
不过有儿科专家留意到过去两个礼拜的月型流感个案增加，预料月型流感有机会在本港爆发。月型的流感呢，典型来讲它的严重性是会高过甲型，尤其是会多一些的并发症，例如是心脏的心肌炎、肝炎、和脑炎的情况，所以这个大家都要注意了。见到之前是有 H1 的一个爆发，随后有 H3 的爆发，现在我相信呢接下来会是一个月型的爆发。他形容接种疫苗就好像买保险，应该在感染前接种，而不是等到受感染或者出现重症之后才考虑。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内地有调查发现，有八成在广州读书或者就业的青年未来愿意留在广州发展，原因是当地有大量就业机会，生活压力较其他一线城市低。有专家建议当局可以增加保障房屋供应，并且为年轻人就业等创造更多平台。由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指导的广州青年发展报告2023访问了在广州工作学习的青年，其中城市形象得分最高，有超过八成受访青年说将来愿意继续在广州发展，也都有三成受访者说会积极推荐广州给亲友，主要是因为当地有大量的就业机会、学习资源丰富、人群质素高等等。我觉得广州是个包容性比较强的城市吧，然后对比其他一线城市来讲压力没有那么大，然后工作的机会也比较大。早期在广州上大学，所以对广州已经有感情了，所以去其他地方的话都不太愿意了，是 不愿意挪动改变自己的其他生活方式了。调查又发现，广州青年倾向在30岁之后才结婚。有当地青年说，广州的楼价较其他一线城市低，压力相对比较小。广州荔湾那边租房子住，租房子房租还可以，比较便宜一点。对，将来的话努力是先在广州边买房子嘛。有专家说，大部分青年倾向留在广州发展，反映这个城市充满活力。他亦都建议当地政府应该加强房屋保障，同时为年轻人就业创业、城市建设等创造更加多的平台。无线电视记者曹嘉荣报道。东方日报社论，执法部门今年头九个月一共接获超过29,000宗骗案，相当于每两宗罪案就有一宗是骗案，损失金额高达50亿元。香港俨然沦为诈骗之都，而较早前的数字亦都显示，今年头八个月本港的诈骗案达25,521宗，按年大升52.2%，占整体罪案的43.7%。不过短短一个月，骗案再增加约4,000宗，令人咋舌。执法部门破案率低下，显得束手无策。明报社评，一连两日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闭幕，会后发表的金门宣言未有纠缠于俄乌战争和以巴冲突等政治议题，而是聚焦经济，重新营造自由、开放、公平、透明、包容和可预测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包括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结果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言，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正是会前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的会晤向世界传递了中美两大国和平共处的信号。中国和关系紧张的日本、菲律宾领袖亦都有会面沟通，令今次峰会能够和风劲吹，令亚太地区重现和平发展的氛围。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会有环宇丽景。